应该都在云南。云南民族，云南民族。好，现在是台湾最大的哦，这个这位姐姐，姐姐们不要去偷她，嘿，这个还可以喝的哦，她原本来的时候是墨绿色的，那她后因为的变成砖红色，那她呢，其实在我们馆内哦，我们是度温壶都有控制哈，所以再过几年之后，其实她是可以喝的哈，云南普洱茶。公斤呢？我来猜猜看，这位姐姐几公斤呢？大概就好，五十几是吗？哦，还好，她差不多45公斤。之前我们有小朋友来这边参观啊，刚刚好跟小朋友的重量一样哈，她也45公斤。对，这个普洱的重量哈，45公斤，它的直径有115公分哈，所以这是目前台湾最大的普洱茶饼啊。如果各位还有看到哪里有更大的，请要告诉我一声，我要做的比它更大。这是我们的镇馆的房，没有防护，没有防护，它就这样子压。你看这中间还有我们那个文化馆的这个标志哈，非常大的文化馆。对，后面有日光可以看清楚哈，所以这是我们最大的普洱茶饼哈，可以那个欣赏一下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这边呢就是天人茶，最主要在台南的那个分店啊，总店那边啊，他以前在使用的那个收音机哈，这个是收音机哦。来，各位姐姐们来这边看一下，这个是收音机哦，用 AI 有没有？只是我们现在放在文化馆这边展览给各位。哦，这就是在那个机器搭，机器搭。这是我们台南店的那个冈山店的那个收银机，它提供的都还可以用的哈。好，今天谢谢各位那个社区大学的贵宾来我们天人茶就这样，你今天要出什么？出什么地？地理？过来哈！看这边，来帅哥美女，看这边，一、二。